好，是鱼楼商圈的白族服，那里的人是黑色为富贵，再加上各种绣织品和羊皮卡肩，就显得更加的高雅。这一套是剑川地区的白族服，主要特点就在兔耳帽和红裙顺上。这一套是大理子摸商区的新娘服，那里的姑娘在出嫁之前半年左右就开始绣制这一套嫁妆，出嫁的那一天穿上它，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和漂亮，面向客人做一个揖。好，为你
还没拆散。